2017台北新车大展将于23号到26号与世贸艺馆盛大展出，一系列2017全新车款一亮相，便让媒体镁光灯闪个不停。全新 Porsche 718 Boxster 搭载2.0升涡增压水平对卧四缸引擎，最高可输出300匹马力。若搭配 PDK 及跑车计时套件，可在短短4.7秒内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。限量 Volkswagen Beetle Pink 警规车，以车系中的 design 设计为基础打造的特殊车款，在动力规格方面，透过 1.2TSI 燃油直喷涡轮增压引擎作为动力来源，搭配7速 DSG 双离合器变速箱传递动力。对于以都会通勤为主的女性驾驶来说，不论动力表现、油耗上的优势都是合宜的选择。顶级性能超跑 Jaga F-Type SBR 是首款定制化车款，改写 Jaga 史上量产车最高极速0到100公里只需3.7秒，是不可小看的车款。荣获2016年红点设计大奖的 Volvo S90 重新界定人们对奢华房车的定义，透过短前悬设计让车头比例更为修长，世界唯一敞篷跑旅 Land Rover Evoque 敞篷版，结合越野性能与敞篷风骚的一种车款。使用防水织布打造的电动顶棚，开篷只需18秒，在时速48公里以下都能操作。独一无二的地形反应系统，可成为应对松散碎石、沙地、泥泞或冰雪路面，被誉为休闲越野车中的劳斯莱斯，绝对是其来有自。看了这么多新车款的介绍，你是不是心动了呢？Wonders新闻网采访报道。